蔡卓妍呢日出席时装活动，月头再次雪轮嘅阿 sa 日前就喺网上面铺文话自己患上感冒，原来都系再次雪轮之后嘅副作用嚟噶。因为月头嘅时候去咗抽第二次轮。係啦，咁抽完之後，其實醫生話要休息多啲嘅，咁但係因為呢排喺度排緊舞台劇啊嘛，係啊，咁又唔係話好多休息啦，咁所以就有少少感冒咁樣咯，係啊，但係好翻啦。今次抽完輪之後係仲肥咗，肥過上次咯，咁所以今日有呢個活動啊嘛，我已經食咗一個禮拜粉絲咯，係啊，而家食粉絲餐。將粉絲代替飯，所以而家好懷念飯嘅味道。好姊妹楊成林啱啱就公布喜訊，阿 sa 又有冇祝福對方呢？有啊有啊，第一時間即刻 message 咗佢，跟住同佢講啊，你婚禮嗰啲嘢你慢慢去先至去討論啦，去諗啦，不如我哋去咗個 bridal shower 先啦，即係我哋諗咗地方，大家一齊去玩先啦咁。